见到鬼东西。什么？哎，你动手，我就动口。后面有池塘，不想死了，就拼尽全力跟我跑。给我解药了吧？你为什么会没有中毒？我刚才看到你们的人在外面喊，旁边正好有个水缸，我就拿帕子蘸了水挡烟。哪有那么多刚好？我一个大男人刚才闻了毒烟以后都觉得四肢无力，你一个女人怎么会没事？我本来是来杨府找人求情办事的，看到你带着人闯进来，想跑没跑成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你把解药给我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也救我一命，我们俩就扯平了。那暗器上没毒。那些黑衣人，你们真的不准备查了？与你无关。你们该不会真的官官相护，就这么算了吧？你到底还知道多少事情？刚才从池塘里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青石板上面有这么大一个脚印，那种鞋的花纹只有官府的人才会穿。如果他们想对付的是黄承思，何必到杨家来，也不用多此一举，灭了杨家满门人的口。依我看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杨云泰，你们只是因为因缘际遇被卷了进来。你知道我的茶铺在哪？如果需要我作证，我随时都可以去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件事情你少管，别到最后死到临头了才知道后悔。我这个人还恰恰就不喜欢后悔，凡是我自己想清楚的事情，无论怎么样我都甘之如饴。见到鬼东西。什么？哎，你动手，我就动口。